好玩哦，当然是很辛苦。养鱼其实很辛苦，而且在水底内几啊百只的金鲤，在业者甲饲料压落了后是抢在吃，只是准最上是吃老者。听得懂我的声音，我来了，他们就全部都来了。喂食的动作啊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添加一些鱼的维他命啊，或是给它吃一些蔬菜，因为锦鲤是杂食的。量饲物件时间，业者嘛迅速检查水质，还有鱼啊健康状况等等。在经过15年，即马已经较有经验，看到鱼逐工成长不断变化之下，是有真侪趣味。过来跟你要东西吃，其实也蛮好玩的。你可以跟他互动，像如果说你家里面养的，你甚至用手，然后饲料这样子给他的话，他还会跟你互动，你可以摸摸他的头，跟他玩这样子。原本做笔画工作陈幼如，因为阿婆拢介意鱼，因此将兴趣变成工作。不过过程嘛，遇到真侪困难。尤其2002年时，龟金鲤市场无流行，后来伫克服问题，伊透过每本参加比赛的机会，互人客感受到伊的用心。刚开始只会生不会销售，那现在应该就是做了大概10几年以后，慢慢走出一条管道出来，很多就是一些老客户啊。还不错的也都会帮我们介绍客人，然后慢慢的就是稳定，就有稳定。陈幼如表示，其实金鲤最早历史来源是中国，是会使吃鱼，后来在日本不断改良之下，变成现在涉水真严实的品种，作为观赏的鱼。在台湾的技术越来越发达之下，若是照顾得真好，是会使活到70岁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